怎么了？啊，阿平，洋洋丢了，先别买了，给我找个孩子去吧。你先把我儿子送回去，我再帮你去找。走。哎呀，孩子丢了，哪有时间送东西？算了，我愿意去，自己去。李建华，哎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！把我东西都扔地上了，他到底跟你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。白杨，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是我在知青点跟白哥一块收养的，他丢了我能不着急吗？你别捣乱！哎，杨洋，李建华，是你老婆重要还是别人的孩子重要啊？王爱萍。这个时候你就别吃咸醋了，行不行？别在这胡搅蛮缠的，你就松开！我不松手！你松开！我不松手！我就不松！怎么弄得跟亲生儿子一样啊？他就是我亲生儿子！婉萍，到这个时候了，我也不想瞒你。白杨是我亲生的，就是我亲儿子。杨洋，白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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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今年几岁了？三岁。三岁了是吧？你看，在那儿呢。哎呦，小嫂子，快急死我了！快，哎呀，你去哪儿了？急死我了！啊，到处找你呢。这孩子是你的？是我的孩子，丢了，我们正急着找呢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白杨。洋洋，快叫妈妈。妈妈。哎呦，乖，你去哪儿了？急死我了。这小子真行，一个人跑到湖边捉蝴蝶。我路过时啊，刚好发现，还说这谁家孩子啊，怎么没大人跟着呢？哎呦，可不嘛，姥姥都急坏了。洋洋，你可不敢再这么乱跑，以后不许乱跑了，知道吗？洋洋，谢谢你啊，解放军同志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能找到家长我就放心了。好，谢谢。快说，谢谢解放军叔叔。谢谢解放军叔叔。哎，啊，不客气。走，咱们回家。以后可不敢了。不谢不谢。谢谢您了。那咱们走吧。哎，急坏了，急死我了，你。洋洋，洋洋看着我，以后不许乱跑了，知不知道？妈妈跟姥姥多着急呀，听到了没有？记住了啊，要听妈妈的话啊。急死我了，可恶！白杨，哎，阿哥，找到了。建华，找到了。臭小子，跑哪儿去了啊？在哪儿找着的？在河边找着的，他去抓蝴蝶去了。真是的，这孩子急死了。臭小子，净瞎跑！好了好了，以后姥姥妈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不许瞎跑，听着没有？啊，行了，啊，我知道了。好孩子，乖听话啊，不许瞎跑了以后啊。嗯，好，来，姥姥抱来。好了，洋洋跟姥姥进屋，快进去喝口水啊！你肯定口渴了吧？啊。建华，不好意思啊，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儿了，我跟你保证。白哥，千万别这么说，这也不怪你，乖乖歇着吧，啊。啊。哎，白哥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回去吧。行，那你也赶紧回去吧。啊。建华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安平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瞒着你了，我都告诉你，白杨是
这个亲生儿子是我和夏小红生的，你这个孽子，你这个大孽！海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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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。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骗你。答应要和解，我怕你不接受孩子，所以我只能把孩子放在白鸽那儿养。我也不想跟你提，你脾气大得不得了。既然你现在已经知道了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能让我把孩子接回来，好吗？ 我告诉你，你接管我已经嫁给你了，我认了。但是这个孩子，我是不会让他进门的，我也不可能当成后妈，我坚决找白哥，找你女人去。阿平，你别这样，阿平。阿平，白杨是我的骨肉，你现在不让他回来，他还能去哪儿啊？总不能让白哥把我养一辈子吧？他不是愿意当活雷锋吗？ 那我成全他，现在这一切都是他活该，谁让你们要诓骗我呢？哎，我就奇怪了，他那么愿意为你养孩子，怎么不跟你结婚啊？这日子没法过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阿平，阿平，阿平，你放开我！ 你别误会，白哥和石英很恩爱，他们为了白杨已经牺牲很多了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怎么就不能再牺牲一点呢？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要求我呀？你凭什么要求我呀？是，我是没资格要求你。可我们是一家人。 我们是夫妻，就不能多一点宽容，多一点理解吗？你这个邪教头子！就凭这一颗良心行吗？